今天我们来吃鸡粒。Wait a minute, what the hell? 等下我们要数鸡粒的毛啊，单手还是双手？这里是那个康乐啊，康乐啊，转进来就是了啊。这个就是越南贝塞贡介绍菜式，除了烧刀配酒啊，这些全部配酒的啊。小小炸鱼，最重要是这个利亚梅，有看到奶头吗？你知道多少蜘蛛才有多少粒奶头吗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？玩完了、啊，你以为？样样有了啊、哦，吃到你放不到镜头啊！越南海鲜披萨，越南披萨，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叫这个啦，看罢了，看罢了。Bro， 杨贝找到位，耶！哟，哇，甜甜啊！原来鸡链这样长的哦。几岁啊？这个记忆还是老了啦，老了啊！老了才有念的嘛，年轻哪里有念？怎么没有看到奶头了？肿起来这里，奶头来的，吃着饭都肿了，没得水没？啊，这个是要慢慢烤的，才有那个味道嘛，才会想念你妈妈嘛。啊，刚才老老的长长的奶哦，哇，现在变年轻的奶哦，好上也嫩啊，哦，好胆小哦。这个是什么？镇店之宝，果然是镇店啊！这个是有放虾米跟那个沙熏梅的，这一道嘞就叫沙巴鱼，从沙巴游出来，这个叫什么？冻了，冻了，这个要洗出来了，冻冻了啊！要用手的嘛？你有洗手吗？来宽细细宽细宽边边宽嘛，来看那个洞嘛，这个洞啊，0.05 mm。虽然不是很大，我嘴巴很大。嗯。啊，吃这个要练功一下先。你进来吧。吹酒瓶都不够我来呀、啊。嗯。咁食真招嚟喎，系叫咩名堂？有，我更加骗你。我翻到嚟，哇咁硬嘅，唔会烂嘅。你那是要用来挖的，哇！我大字，三凹凹，哇！这我花了一分钟才挖到哈。这个叫什么？巴罗。巴罗，这找北姑姑三巴罗。啊，你没听没有？还有大虾听没有？哇，这是金金。啊，这找大头虾，不会啊。平时煮咩？什么冇咁劲嘅？平时打出来都冇咁，打到几老婆嘅救命啊！太难了。如果想到吉吉的话，就来这边。全康乐最好吃，全马找不到第二间啦、啊。哎呦！今天的影片就先告一段落，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分享一下，另外你一定也会喜欢这里的内容，或者我也强烈推荐这一支影片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